黄若琴。嗯。他怎么在闪？不知道。黄小姑娘的光明灯。这什么意思啊？有鬼犯了福盛禁忌。糟糕。阿公是我汉吉。你在天上还有继续做菜吗？拜托了。我会永远记得这个暑假发生的每件事情。原来鬼一点都不可怕。我学会了最厉害最澎湃的中原大菜。还一起经历了阿公人生中最重要的回忆。现在回想起来，我以前怕鬼还真的蛮白痴的，就是因为可以看得到鬼，我才可以认识超有趣的欧炼、小梅还有范丽丝，也才能跟阿公你多相处几天。虽然有时候我还是会很想很想阿公，但我知道只要我没有把你忘记，你就会永远活在我心里。我现在有一个烦恼，暑假怎么一下子就要结束了？一想到开学，我就紧张到睡不着。谁知道，要是被大家发现我有通灵眼，会发生什么事？你在煮什么啊？香哦，还可以吃吗？爸爸，出来吃吗？你会用给我们吃啊？食べてもいいですか？哎，どう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Hello。啊。我们可以吃啦。哎。哎。爸爸。哎。哎。没有撑过下课时间哦。不是，你看他，他这样子哎，他根本就不要吓我的。不止小梅，我看你不看我练。肥妻哦，你们不要再练这个了，你赶紧去弄早餐给我吃啦，练这个干嘛？已经讨论这么多次了，他明要升五年级，他不想要被新同学发现他有通灵眼。对啊，被发现一定会被排挤的。没有那么夸张好不好？通灵眼很帅啊，会被排挤？哪有？现在学校很多大学分组、社团活动啊，然后户外教学啊、运动会、联游会，还有毕业旅行，都是要分组的。啊，没有毕业旅行。好了好了，快点收拾东西，你要迟到了。拜拜。老公，我要上学了，祝我好运。哎，快点，快要迟到了。早，新学期很有精神，加油！校长，哎早，哎蔡明，好，好早，进教室啊！校长，听说你阿公的事，你还好吧？我没事。你好勇敢。哎，这个给你。你之前应该没有参加过比赛啊？嗯，没有。如果你参加营养午餐厨艺大赛得到冠军的话，同学就可以在周一特餐的时候吃到你设计的料理哦。像今天的营养午餐就是上一届冠军的队员他们设计的菜色。如果你参加比赛的话，我相信你一定可以表现得很好。你要考虑一下。嗯，谢谢校长。哎，等一下。我提醒你一下。参加的队伍呢，一组要五个人。如果你要报名，动作要快哦。嗯，好，快去，快去，快迟到了。
哇塞，我最喜欢的还有什么？还是掉了，下一盘了啦。陆晴，陆晴，你怎么现在才来啊？哈？什么啦？校长，这到底干嘛一直找校长？我跟你讲，我今天早上一来的时候，我头就突然变得非常晕，结果当我再醒来的时候，我的身体它就自己跑走了。我觉得。你应该是被附身哎，我之前也有差点被附身过。那你说怎么办呢、啊？你赶快去跟大家说，那不是我啦，那个是鬼。哎、欸，你有看到校长吗？没有哎、欸。不行哎、欸，这样大家就会吃到我苍蝇了。那你说怎么办嘛？老师，你知道校长在哪里吗？校长，你要找校长做什么？之前范丽丽有跟我讲过一个方法。哎、欸，黄若晴，你的礼貌呢？我们又要被鬼了，快点啦！好了好了。不是啊，鬼月就只剩两个礼拜而已，你让我多待几天会死哦、喔，干嘛一定要提早一天回来报道啊？不要一直吵好不好？你知道今天谁要来吗？大四爷，大四爷 ，our boss， 所以麻烦你们乖乖的，不要给我任何 trouble。好啊，我们快看一下这个。什么？黄若晴。嗯。怎么在闪？不知道。黄小姑娘的光明灯。这什么意思啊？有鬼犯了福盛禁忌，糟糕！哎，校长哎，问你们校长呢？校长哎，我又不认识你，为什么要跟你讲？说起来。喂，你有看到校长吗？把身体还给洛奇。你谁啊？我说我把身体还给洛奇，还款你又能怎样？喂，你要干嘛、啊？狗屎呢？哎、欸，蔡汉明，你很恶哎、欸，玩什么狗屎啊？狗屎男，闭嘴啊！很恶心啊！不要脸了，走吧。好臭、喔，怎么那么臭啊？这是谁设计的？太厉害了吧！连狗屎一起设计啊！谁就是那个苍蝇？我设计的，怎么样？谁弄的？我说认真的，谁弄的？蔡汉明啊！蔡汉明，他呀？你知不知道自己已经五年级了？啊？那追了一个女孩子，像跑来跑去的，然后手上还拿一个，手上还拿一个狗大便，狗大便呢、欸？蔡汉明呢？你在想什么啊？啊？我跟你讲啊、哦。像别的班级的同学想到我们班就是什么大便班，大
真的没有看过像你这么呆的同学啊！一开学就给我搞这个，啊？你现在觉得怎样？啊，我拿狗大便，哎，我家好大胆，是不是？你告诉我，你为什么要拿狗大便追黄二姐？黄二姐不要装睡，她为什么拿大便追你？老师，啊，是我自己要玩而已。真的，来，别吵。爱玩是吧？啊，我就看你之后搞出什么花样来。放学之前把所有沾到狗大便的地方清干净，听到没？听到没？回去，睡觉。午休时间啊，不想睡觉就把椅子举起来罚站哦。谁叫你拿狗大便凶我，被讨厌了吧？你不要再装了啦，你明明就看得到我。你不要走那边啦，好险差一点就被臭死了。表现，他们一定就会后悔现在这样对你啊！我没有想要参加。嗯，我以为你一定会想要报名耶。我觉得这个不适合我。不行啊，你一定要参加，你一定要让他们知道你有多厉害。可是这个需要有五个组员，我现在这样根本没有人想要跟我一组啊！才怪，只要是懂料理的人，就一定会想要参加你的小队啊！哦哦，哎，黄昌，黄昌也在跟公司聊天呢，去把你们亲戚叫谁吧。全下，那个大家好，我哎，你来这里做什么？什么？你干嘛？我在那边找主人的啊，大菜主人，我是蔡汉敏，我知道你是谁。蔡汉敏，你为什么要在我便当上面加料？啊，加料？你还想装傻？干嘛啦？我不是故意的，我可以解释，我其实我哦，你看得见我对不对？我不跟你开玩笑，你对不对？哟，好，我没有力气再跟你玩了啦！你让我闭嘴！你以为你是谁啊？啊，没有，我没有这个意思。我，你刚刚在讲什么？我要你帮我找妈妈。现在道歉。我就跟你讲，我不要，不然你想怎样啊？蔡美。不是我，啊，对不起，蔡汉敏，你给我站住！我不会饶了你的。哦，来啊，我们继续做菜哦哦。哎呦，赶快开始哦。哦，来了来了，快点快点。哎，你不要不理我，啊，走开呀，啊！哎，理我啊！烦死了！
了啦，我也很累。谁让你要负责若晴？现在还全校同学都讨厌我，看在小曼面前捉弄我，你到底还想怎样啊？我想要你帮我啦。不要啦。你帮我嘛。我是说我不要。你听我说嘛。谁管你啊？妈妈，你怎么了？没事吧？反正你又没有要帮我，啊？你又没有要帮我，我一定要让妈妈知道才行。你是不是饿了？妈，我做饭就炒饭给你吃好不好？妈妈，他这样太可怜了。给你加蛋壳。吃吧，好吃吗？嗯，这阿公教我做的，这是我拿手菜。怎么了？没有啦，我只是想到以前我有做菜给妈妈吃，好像是苹果鸡丁吧。她说她永远不会忘记那道料理的味道。是校长的儿子刘宇轩。校长，嗯，我上学期的转学过来，我有话告诉他，现在只剩你能帮我了。我要怎么帮你啊？现在全校都觉得我就只会做狗屎料理，特不想去学校。如果你帮我传话，我就叫校长在全校面前讲你的好话，要不要？要不要啦？好了，握手啊！我碰不到你。哦，对哈。哎，你到底要跟你妈妈说什么？喂。干嘛？我说，你到底想要跟你妈妈说什么？你等一下就知道了啦。哎，这样可以吗？翅膀没有对齐啊。喂，等我帮你跟你妈妈传完话之后，你就不要再来学校烦我了。嗯，你很怕被笑，对不对？不用担心啦，我不会害你被讨厌的。那说好咯。嗯。哎，这样可以吧？嗯。最后只差一个会亮的东西了。会亮。这个吗？小姑娘回到自己身体里讲就 OK 了哈。
那附身鬼呢？你不要一直讲话，附身鬼不知道去哪里了。这次不要让那个知道。范蠡斯听令，应协助姑娘西巡天游宫。本府决定修理成为土地公的机会，条件是使人间再无富生鬼。伫个鬼门关关进前，将富生鬼降服，祝你好运，清水的荷兰鬼。哎呀！以后交给你了，好干，走了。哈哈哈哈哈！小鸟或小鸟，什么鬼？乱丢荧光棒，他走了啦，你可以出来了。确定？确定啊。啊！吓死！还不是你包包没有关好？什么啦？是你自己说要回来学校哎。这是我最后一次机会了，一定要很完美才行。你快点去拿我的日记本了。在哪？抽屉里面。你不要偷看哦。我这笔记本放这哦。所以你到底要跟你妈讲？你等一下就知道了。我这么晚还在搞东搞西的，而且你还是鬼，你妈看不到你，这样她会不会不相信我？我有一个必杀技，她只要看到就一定会相信你。这是什么？我和妈妈的暗号，只有我会比而已。不管啦，你到底要讲什么？我讲了，你不要反悔啊。什么啦？我要和我妈妈说，我不会复活的，请你放下我。
喂，喂，阿北吗？我是校长，我在体育馆，游泳池好像有人进去，麻烦你来看一下。哇，先走，我不能。你去拿日记啦，去拿日记。好了好了。妈妈，你一定要相信汉明。校长，佳明，这些都是你弄的吗？是雨贤叫我用的，他说他有话想要跟你说，然后这个先请你看一下。你怎么用他日记簿？你怎么认识雨贤的？刚才雨贤说请我来帮他跟你传话，然后你在说什么？快一点，我说一句，你说一句。雨贤有话想跟你说，开始吧。妈妈，我是弟弟。妈妈，我是弟弟。谢谢你一直以来的照顾，请你放下我。谢谢你一直以来的照顾，请你放下我。你到底在看什么？你在说什么？你阿公这样教你的吗？比杀技快一点。不是，我刚说的话都是雨贤讲的。你现在回家。校长，你一定要相信我。我看得到鬼，我不要再讲了。我看得到雨贤，我托你，我现在就讲了。我看得到鬼，他现在就在这里。你要回家。校长，对不起，可是我真的看得到雨贤。变这样的事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。没关系啦，我只是觉得很巧而已呀、在我展示便当这一天，你就刚好夹着一条狗大便，它就也刚好咻的掉进我的便当里。我只是觉得这件事情是真的那么刚好，还是你在向我宣战啊？我没有这个意思啊，想要临阵脱逃。我看看啊。怎么画这个影片？啊！等一下，雨萱，等一下，干嘛啦？我还是需要你帮我找主人。我妈都气人家不想再看到你了，我有什么理由帮你？理由？啊？这就是理由。你自己看，这个，你妈她是决赛的评审，只要到决赛，就可以让她吃到熟悉的苹果鸡丁。到时候就一定可以相信你就在我身边，这种计划哪有可能成功啦？我之前就这样，但我还没有想起我的。我已经没有时间了。相信我，你之前自己说，现在我可以帮你了。那你可以进决赛吗？嗯，确定，确定。快点起床！不要吵了！快点起床啦！现在就立刻起床！不要吵了，那让我睡一下。四个主人我已经帮你想好了。啊？主人？反正你先起来就知道了啦。好了。四个主人中的第一个主人是陈奇飞，他喜欢吃甜食哦。频道非吃不可超过500人的订阅，只要你的甜点跟番茄炒蛋一样好吃，他就一定会上钩哦。不确定。今天要找的都是我的朋友，我很了他们啦，一定可以的。好哦。第二个是棒球队长胡振宏，绰号是红不浪，他很懂得怎么吃才会营养，炒蛋一定会加分。第三个是 Melody， 他常常出国，吃到很多东西。等一下啦，他一定知道做什么菜好吃。
等一下啊。Melody， 最后一个是波蜜，他们家可厉害了啦。等一下啦，你干嘛一直念啊？我都跟你讲，我还没写完，第三个都还没写完，一直念干嘛啦？算了啦。所以你要做给陈绮菲吃的甜点是什么？我只会做一个。是什么？喂，你可以讲。要找到愿意跟你一组的人，你就要有信心，抬头挺胸啊。地瓜球带了吗？有，这里。有。嗨，他来了吧，快点。我们一起吃蛋糕，走走走。好啊，来来来，你想吃什么口味？我吃草莓口味。那个，其实我在看你的频道。不好意思，艾迪，我是蔡明，我现在在找我料理大赛的主人，然后听说你很会料理，可以加入我小厨。不好意思，我还在练习。下厨吧，然后再问一次啊，再问一次，快点。找组员啊，加油哦！加油！喂，喂，你快说话啊！你累得掉，还有什么好说的啦？说屁说，你很认真啊！我命，既然有他，其他你要找什么阿猫阿狗都可以。跟我念一次，一星二四三都是五力和七弦八对九的十全。念这个干嘛啦？日都是高雄路名，去年波蜜才从高雄转过来，天天都知道多不喜欢这里。你讲的是高雄人，绝对有用。什么啦？确定？你没投钱是要打给谁啊？不是啊，我想说等一下，你还没找到组员呢。
小雨说我们可以帮你，那我们就帮你吧。一心二圣三宝，三多四维五福六合七贤八德九如十全。啊，为什么一定要找他啊？郭明他们家是卖菜的，不管是雨来菇还是猴头菇，你想得到的他们都有，而且都是最好的。料理这种东西，只要材料用得贵一点，随便做也会好吃啊。料理才不是你想那样的。哎，他来了啦，你快一点啦！哎，波蜜，你谁啊？看你干嘛啊？姐姐现在是实习土地公哦，我在找一个犯了附身禁忌的鬼。你在看什么？没有，是想要隐藏通灵眼，对不对？那姐姐问你几个问题，你点头或摇头就可以了。你知道若晴昨天被附身的事情吗？那你知道附身他的鬼跑去哪里了吗？你知道他在哪里？刚才那是你的新朋友哦。好啦，祝你新学期顺利哦。你说你根本没有去找他是怎样？不是啊，他是突然出现啊，你又自己走掉，你怎么可能自己一个人去啊？而且范丽斯说他在找附身若晴的，那不就是你吗？喂，我去哪啊？喂，他找室友早就知道了，那你干嘛还要做？蔡汉明，你怎么现在才回来？大家都在等你。大家？什么大家？唐嫣，对了，干嘛啦？当，这是你的组员哦。嗨，队长来了。你们为什么愿意跟我一组？还不是因为你的地瓜球。地瓜球不是都已经压烂了吗？那有什么关系？你的地瓜球，99分，差那一分，是我还是不够啊？对了，我叫王丽人，我是曹子琪，叫 Vicky 就可以了。今天啊。Vicky 要把你们做的料理全部都拍下来哟。我是陈宇。哈？他是陈宇，我都叫他小宇。他也跟大家一样很喜欢你做的地瓜球。快点问他们有没有做过菜啦。我是蔡汉敏，我阿公是很。快点问他那个。大家有做过菜吗？没有。马上解散这个教室。他们又听不到我讲话，马上解散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一定要解散？贪吃鬼王丽人、假扮女曹子琪、隐形人陈宇、理想国王乐晴，通通都不会做菜。马上解散，现在就去找波蜜。我觉得他们也可以赢啊。菜都不会做，要怎么赢啦？你怎么知道他们不会赢？我就是知道。你怎么知道啊？苹果鸡丁，只要他们能完成一次，他们就可以留下来。要是他们做不出来，就马上解散。好累啊，好累啊，王丽人，今天呢来到了办公室的王丽人，安静。好了，这里安静，这里没有救了，解散了。我们现在做一道菜，什么菜？苹果鸡丁。苹果鸡丁，好吃吗？好吃吗？那好吃吗？超级好吃，对不对？怎么做？好吃。哦，对，先跟大家讲一下。切菜的时候啊，手要这样子，跟猫爪一样。猫爪这样子，然后尽量让苹果去平行。哪一个是糖，哪个是梨？比较粗的就是糖。吃起来像苹果口味的，吞。不要回家，这很明显不是食物。
哦 ，Vicky 也觉得好恶心 ，Vicky 要先回家。快点解散！对不起，我以为他们可以的。你看这个疫苗。怎么了？你看，老师说只剩下一个名额了，再不报名就要来不及了。啊？你知不知道，当初观音妈为了收复大司也花了多久的时间？他现在叫你在鬼门关之前完成，根本就不可能。不管怎样，我一定会把他降服，带回鬼门的。不想看见任何鬼被消灭。急急急，都不听。怎么了？最近有一个消息指出，在黄小姑娘的学校发现一个穿着泳装的男孩鬼。你怎么现在才跟我说？因为有人在帮助他。人？你是说那个人就是海明？我早就说了，你就是不听。要不是我是鬼，我早就……我就要看他试一次。哎，哈！妈刚有说过，料理最重要的不是外表，是心意。他们愿意吃我烂掉的地瓜球，我觉得他们应该可以做出很好的料理，他们应该可以赢得比赛。赢？你还敢说赢？什么心意？你以为这样很好玩是不是？根本就在骗我，你根本就不想赢。我真的想赢。吃屎啊！我来找你之前，我有遇到小麦，小麦还拿影片威胁我。我刚说的话真的都是以前说的。我看到他，我投你，我现在就看到他，我看得到鬼，他现在就在这里。你赶快回家！你怎么画这个影片？刚刚社团结束，经过体育馆，听到你在说这件事，就刚好把它录下来了。你到底要干嘛？我要你和我在大赛上一决胜负。看看谁做的料理才是真正的狗屎。如果你赢了，我就把影片删掉；如果你输了，那搞不好这部影片就会刚好被全校看到哦。我真的不是故意的，我拜托你赶快把影片删掉好不好？好，好。夏敏又要找麻烦了。没有啦，我只是在跟他聊天，对吧？大赛见喽，过了试的身子。校长亲自担任评审之一。这个你先穿着，我会赢得比赛，但是你也不能被抓到。太大件了吧？哎，这是我最喜欢的外套，哎，还嫌？算了，这里打算怎么赢啊？怎么赢？